要做到，而我们是有能力做到的。我经常埋怨啊，我即使在会馆社团的宴会，我都很坦白说，我埋怨我们的会馆社团花太多钱在硬体设施，但是呢，在文化建设其实做得非常少，而且很不舍得出钱啊。如果说我们刚才要做的奖励，包括我等一下要提到的鼓励，其实那个钱来讲是很少的数目。我们一场这个宴会吧，我们一场宴会千人宴1000个人啊，一座酒席可能要1000块钱啊，100个酒席就10万块钱，一个晚上我们吃喝就花了10万块钱啊，10万块钱，但是就不愿意拿出1万块钱，不要说10万块钱，2万块钱当晚是捐助来做对我们语文教育啊，或者我们教育就是有帮助的东西。这个是整个华师需要思考的。我们就应该有新的课纲，比较配合新时代的需求，而不是这个一成不变的。而之前的课纲我们也了解是非常非常的给学生大的压力，没有书这些东西。促进会目前是刚成立，资金有限，其实就是靠一些朋友将来资助哈，根本什么都没有了。如果要促进会来全钱来复制这个是不可能的。我相信，我认为应该通过这个报告书之后，看多少学生有去报考华文在读华文的，我们发动整个华教华团来资助这一方面的。因为比如说我们会跟